对赵薇薇苦情不乱话，够半暝对我萨林表扣的进攻，拢伫遐内底。即个我一定予杜承恩乖乖头毛吹球的。我即马是应该甲你讲一声恭喜啊，但毋过我干那甲你讲实话啊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有我的为难，希望你能谅解。 真好，我哩即马就甲柯小平带过来。既然即马人伫我手头啊，为什么开始由我做主？你要答应我的条件，我才会甲人予你。你即马是啥物意思？你是袂记诶，我予你诶警告啊？是？我当然无放袂记啊。 柯小平即马是我的保命符，即摆我甲你斗相共，我著等于甲柯小平，还佮有签名的人变面啊。因两个查某人拢是很角色呢。若是一无注意，我连命拢会无去。所以我当然嘛要替我家己找后路。若换作是你，你卖安尼做，无你卡会做到比我搁较强，敢毋是？你即马是威胁我？ 我哪有可能敢威胁你啦？我是咧跟你参详。要唔过你已经无时间好考虑啊。因为周公平马上就要到啊。若是柯小平甲禁锢和周公平，那你到时阵比我更加凄惨的人，就是你。好啊，我答应。我等下甲位置传互你，咱约伫遐见面。 即个上好是莫阁避规避怪，想要搞创空啊！讲避规避怪，想过严重，我只是保护我家己，无想要去互任何人利用尔。所有的证据甲柯小平，敢有伫个车内底啊？当然啊，我决定好的代志哦，无啥物代志做袂到的。等下，我的条件我袂讲，人我会当互你，也毋过我犯规案件。 我爱你找一个替死鬼替我担罪，我要公平正大话咧，我无想要冤冤，也无想要去人关去小病院。